Thank you.
我们回岗，表示衷切的感谢，对各位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感谢。那么下午2:30正式宴请下活动。 你看，这手上涂的这颗。啊，这个老农民的亏着的。 这个老农民的亏着的，这个生意好着的就会啊，这个生意好着的。我就支持啊，村子村啊。哦，村子村。村里干个问题了。也挺不着，不挖都不知有啥事的。 姐姐的那种啊，来来来，我说那啥。